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2019年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 TF 家族新年音乐会。大家好，我是外表看似15岁，内心却异于00后的90后少年李俊豪。由于上次主持运动会的时候，现在真的是让我一个头两个大，所以今天我特意请了一个帮手来，有请我的搭档来，老弟。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 flag， 但是每回都会被打脸的宋文佳。好，那让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台上的各位，从我们小朋友们先开始。大家好，我是赵冠宇。大家好，我是张泽宇。大家好，我是邓嘉欣。大家好，我是张俊豪。大家好，我是朱志新。大家好，我是左恒。大家好，我是童宇坤。大家好，我是于雨涵。大家好，我是张吉。大家好，我是苏新浩。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天泽贝贝，来。大家好，我是李天泽。Hello， 大家好，我是贺俊霖。Hello， 大家好，我是敖子烨。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真源。大家好，我是陈思旭。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YT 台风少年团。大家好，我是刘耀文。大家好，我是姚景元。Hello， 大家好，我是丁程鑫。Hello， 大家好，我是马佳琪。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亚轩。今晚真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大聚会，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个温暖的夜晚。是的，让我们在这个漫长又寒冷的冬日体会一下不一样的 TF 家族。今晚就让大家享受我们带来的音乐时刻吧，大家准备好了吗？不够大声再来一遍，准备好了吗？好，首先让我们有请 TYT 台风少年团为我们带来的梦想家。就在我小小的肩膀上，每一个大大的梦想家，窗外风越大就越能给我续航的能量，一路上把勇敢壮大。打包好行李，调整好呼吸，准备好收藏沿途的风景。Looking for you， 他递过来未来给我写的信，我看见雨滴透明的心里，我用心聆听花开的声音。Looking for love， 他告诉我波折都会被抚平。你是我默契，我是你指引，爱是个精灵给我的勇气。收藏沿途的风景。 Looking for you， 他递过来未来给我写的信，
我看见雨滴透明的心里，我用心聆听花开的声音。 Looking for love， 告诉我波折都会被抚平。你是我默契，我是你指引，爱是个精灵给我的勇气。是开心，是开心，加点滤镜让自信充满活力。就在我小小的肩膀上，每一个大大的梦想家，梦就是要大才够个较量。我的勇敢不断变得发光。就在我小小的肩膀上，每一个大大的梦想家，窗外风越大就越能给我续航的能量。一路上把勇敢壮大，才够格较量。我的勇敢不断点的发光，就在我小小的肩膀上，每一个大大的梦想家，窗外风越大就越能给我续航的能量。一路上把勇敢壮大。掌管我的心情，我从来不怀疑你出现对我的意义。谁都无法取代最特别的存在，是你对我眨一眨眼睛，连时间都会变快。你占据着脑海最甜蜜的无奈，也许你还没发现有人为你发着呆。每一秒都陪你心，我在你的身边，每一刻都让我惊喜，你在我的眼前。再大声一点，我的心愿让你慢慢慢慢听见。无论晴空还是乌云，全都因为你，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全都因为你。一句话，你掌管着天气，掌管我的心情，我从来不怀疑你出现对我的意义。看你看的风景，听你爱听的歌曲，吃你爱吃的甜品，感受你所有情绪。掌管我的心情，我从来不怀疑你出现对我。
全都因为你一句话。你掌管着天气，掌管我的心情，我从来不怀疑你出现对我的意义。无论晴空还是乌云，我只喜欢你。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也跟随我们的心情气象好不好听？好，我们小易请留步一下，来，小易，哎，来来来，前两天是不是你的生日是吧？对，那我先说一声迟到的生日快乐，然后我们现场大家一起再说一句生日快乐，好不好？一二三，好的，谢谢。那我们三爷能不能小小的透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生日许了什么样的愿望呢？生日愿望，你知道生日愿望这个东西说出来就不灵了吧？哦，好像是的，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可能就已经百无禁忌了。我跟你说，好，那就先请我们的小易先台下休息。好的，一首轻松甜蜜的心情气象过后，下面让我们有请张真源带来的《光影》。仰望着梦的路，在未来盘旋，彷徨着也不屈服。你一往无前，一路上跌跌撞撞，与脆弱难免，不论往昔与当前，你我从未失约。那光芒在黑暗之间，身后Always be with you， 不回首向前走，不畏惧前路走，就算会彷徨。Always call in dark， 但希望能照亮指引前路的光。I'll be with you， 仰望着梦的路，在未来盘旋，彷徨着也不屈服。你一往无前，一路上跌跌撞撞，与脆弱难免，不论往昔与当前，你我从未失约。那光芒在黑暗之间，在身后 Always be with you， 不回首向前走，不畏惧前路走，就算会彷徨。Always calling dark， 但希望能照亮指引前路的光。 Be with you，当期待已经超的时间，未完待续，卷起时的瞬间，
闭眼就想回到从前，但回不去了，昨天我还没变，还是那个为了梦的少年，梦还在延续，学不会的放弃，理想不会当机，我的欲望还在运行，都不进去重启，就是重启重启，我依然还在继续，我知道这一切都已成为了美好的基地。哎，放开手，不断的回头，有个狮子今天也不再停留，不值得走，全部放手，坚强的意志他们会点头，握紧拳头向未来出手，不被命运牵着走，跟着光向前进，谁又能撼动你不畏惧，就算梦未走也不会停止，放手的回头，流失的时间也不会停留，光能照亮，谢谢郑源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光影》，来，郑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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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留步。郑源跟我一样，作为一个患难兄弟，然后刚来北京就被我坑了喝豆汁儿，然后今天我很认真的，就是替观众问一下，豆汁儿是什么味道？你好意思说吗你？我一来北京，他就叫我喝豆汁儿，而且。我想一下，其实挺好喝的，大家反正来了北京可以去试一下，对吧？反正对那个味道很神奇。哎，开个玩笑，其实反正你们都来北京了嘛，最近北京也有点冷，我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然后多穿点衣服，就不要感冒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新年快乐。对，好，谢谢郑源。下一个节目呢，是一首歌叫破，但是一点都不破的。对，让我们欢迎一下贺峻霖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破》。关麦，关掉明的酒，关掉暗的笑，关掉音色烂掉，水上离开地表，我明明有我全部的想要，最好的时代，最富的现在，我往暴风背后扫未来，蓄水已久的力道快要发酵，让节奏卡住目标，我层层踏落，年轻稀薄的自我，刚闪出脆弱，一片暴雨就一夜刷落，雷声轰鸣沉默沉沦，纷纷大力撕破，这火火谁来清醒，黑暗迷样告诫我 Break down I need to break down BreakTo break down, break down, break, break, break down. I need to break down, break, break. I need to break down. 理想高是国风快掉一代主流，你像普罗米修斯版本和十一的怪兽，穿新的装我不点亮，但黑夜刷白太阳，举起手别太沉默，想定义这一件锋芒，关麦，关掉明的脚，关掉暗的笑，关掉唇词烂掉，装睡想离开地表，我明明有我全部的想要，最好的时代全部的现在，我们风背后藏未来，蓄水已久的力道快要发酵，让节奏卡着目标，暗自去领悟，不为你是归是兔，是敌是友，全都闭口不容孤立之故，雷声轰鸣沉默沉沦，纷纷大力撕破，这火火谁来清醒，黑暗迷样告诫我 Break down I need to break down BreakTo break down, break down, break, break, break down. I need to break down, break, break. I need to break down.我走在时代前排，自信绝不被收买，曾经迷失的都潇洒选的路不折返，穿上新装将火把点亮，举手别沉默，向未来指一剑锋芒，
小贺，小贺来，这个舞台也太酷炫了吧！我今天来到就是这一趴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就轻松很多，因为小贺说到了这一趴，这个主持棒就可以交给他了，是吗？嗯，也不能这样说吧，还是要给你一点面子。给我点面子。 OK 好，那我想问破这首歌的风格还是比较成熟的，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风格的歌呢？因为怎么说呢，选这个破的话，其实我已经不是那个13岁的那个孩子了，对，我已经满14岁了。我想的话就是破的话，其实我就想尝试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像我以前那种就是比较可爱啊那种风格，对，我就想稍微走一种，对，另外一种酷炫一点的。我懂 I can get OK。 那我们这个我问他们一个嘛。好，行，就是你们觉得我这次表现得怎么样？好，我很满意。对，那个，你不是说我在这儿，你就可以先不用说话吗？那小哥来再给我们送一下新年的祝福怎么样？好。哎，我刚刚想说要我要送新年祝福，没想到我们这么默契。我们心有灵犀。是的吗？那赶快。那我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可以暴富怎么样？哇，这个新年愿望我特别的喜欢。谢谢你。好，那我们谢谢小贺，请你先台下休息。好，我们马上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小宝宝们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节目《快乐崇拜》。1, 2, 3, go！ 忘记了心里的情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心，让我来敞开去见你的快乐的时代。这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全还是 Y 世代？看看历史课本，哪个比你早？以为找不到，被人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是明天支持面包啊！我拿我的麦克风做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去年年代，不如我就嗨。就放个残酷，男人女人都是老混蛋，老酷。左右摇摆，大家一起成功。看遍电视都无法感受，但生命仍可以无处黑色幽默。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换了你要期待一定来呀。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Come on， 想起了心里的情感。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愿我来敞开去见一个快乐的时代。现在这个匆忙时代，现在早时约着不要去决战，今天是这样一天去做，明明天还有好多事情一起去疯。又放松的节奏，放松的酷，放松的放松感，能够后面唱歌我怎么再说 You feel my flow， 我来的麦克风唱出快乐的 show。站好，排排站，站好。首先，谢谢各位小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然后今天呢，我听说我们的张泽宇小朋友，我们
张泽宇小朋友今天是发着高烧，然后还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棒的舞台，我们掌声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为了考验台上几位的默契值呢，我们准备的游戏还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所以我们小朋友分 AB 组站好了，让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游戏 TF 猜猜猜。让我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我们分为 AB 两组，游戏共两轮，每轮游戏限时两分钟，猜对成员人数最多的组就获胜，那么输的队伍就会有惩罚。首先请 A 组蒙上眼罩，来，我们 A 组过来蒙上眼罩，坐在凳子上。小朋友们过来，我们坐在凳子上，你们可以商量一下，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就坐到跟谁对应啊。来来来来，可以商量一下，可以商量一下。好，我现在倒数五秒，大家坐好自己的位置，五四三二一 ，OK。那现在，哎，先不能上手，怎么这么心急呢你？来，好，我们现在倒数五秒，我们就有五秒的时间，就只摸对方的脸或鼻子，就是整个脸部，好吗？只给五秒的时间哦，预备，开始，五、四、三、二。一，好，停。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赵冠宇小朋友，你觉得你摸到的是谁呢？我觉得我摸到的是邓家欣。哦，是吗？来，我们的彤彤，你觉得你摸的是？我觉得我摸的也是邓家欣。怎么现在场上有两个邓家欣吗？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于雨涵，你觉得呢？我。张泽宇是张泽宇吗？我们暂时先不公布。那我们苏新浩摸的是谁？我觉得应该是左航吧。那这位小朋友你摸到的是谁呢？我觉得应该是张俊豪。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摘下眼罩，看看你们猜没猜对呢？猜对的人请举手来。好，所以哇哦，所以我们 A 组总共得到了四分是吗？四分。好，好，现在来我们 A B 组交替 ，B 组戴上眼罩。A 组商量一下策略，好不好？给他们增加一点难度。B 组把眼罩戴好，好，倒数五秒要做好了，五、四、三、二、一，来，赶快坐好。好，现在我说开始就可以开始摸了，也是五秒的时间，预备，开始，四、三、二、一，停，好。邓家欣小朋友，你觉得你摸到的是谁？张吉。是张吉吗？是吗？那我们朱志兴小朋友，你觉得呢？于雨涵。是吗？来，我们的张泽宇小朋友。我摸的是个金鱼吗？这个嘴为什么？摸到是啥？金鱼。金鱼？哦，好的好的，好，我们这位小朋友你摸到的你感觉是谁呢？我觉得这个脸蛋应该是彤彤。彤彤，那这位小朋友呢？帅帅。哇，那我们现在就摘下眼罩吧，看看你们猜没猜对，猜对的人请举手。请举手。四分，平了。四分，所以现在是 AB 两组是平分是吗？平，对。那我们这个怎么惩罚呢？那是这样，就本来呢是输的一队呢是做鬼脸，赢的一队呢是做帅气的表情，站在后面一起合照。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一起做帅气的吧。那就那不行，我这个哥哥没有那么善良。来，大家全都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做鬼脸合照。来，我们前面一组的可以蹲下，后面一组的来
我数一二三，大家一起做鬼脸合照怎么样？一定要很，我知道大家都长得很年轻帅气，但是那个鬼脸一定要做得特别特别丑，好不好？我们来比赛，来，三二一，开始。好的好的，好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先请下台休息，谢谢。好，谢谢，我们再次谢谢这十位小朋友们，接下来请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是的，接下来有请丁程鑫和刘耀文给我们带来 Puppet。你又 breaking me down, breaking me down。
多少次已经走远又再回来，爱总 breaking me down breaking me down。武装的心脏为你 break down， 剩下赤裸的告白，没防备的爱，奋不顾身要勇敢，挡开流言的子弹。So baby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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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冷酷的面具为你 break down。所有表情都透露对你的崇拜，长了也不慌会感慨，只渴望你的依赖。 So baby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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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退路已经全部的 break down， 化成废墟一般的 break down， 爱你让我彻底的 break down。It's been a long day
ab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pays.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ould do,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真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傻傻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傻傻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I'm thinking of you。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作纪念，不必害怕面对离别。我剪掉一丝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哦，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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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发围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这叫做永远。思绪唱歌好不好听？来，思绪过来。哎，代表大家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你唱歌，那么下一次你准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曲风的歌曲呢？不跟你说啊，我们思绪他要保持点神秘，然后给我们粉丝更多更大的惊喜。好，那我们先谢谢思绪，然后请台下稍事休息。好嘞。好，下面呢，我先剧透一下，一会儿大家请仔细的听歌词，然后给出你们的反应。让我们有请李天泽带来的《爱我，请举手》。当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等等，在等呀等，青春变成鱼尾纹。等等，在等呀等，失去灵魂的标本。等等，慢慢慢，等等，慢吞吞。这十分一脸诚恳，不如给我一个又一个热吻。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我爱的请举右手，爱我的说出口，爱我的请你说出口，爱我就请说我好。有时候一次不足够，在等呀等，该发生的没发生。等等，在等呀等，再完美也不完成。等等等，慢慢慢，等等等，慢吞吞。当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等等，在等呀等，青春变成鱼尾纹。等等，在等呀等，失去灵魂的标本。等等等，慢慢慢。等等，慢吞吞，这十分一脸诚恳，不如给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再一个热吻。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我爱的请举右手。爱我的说出口，爱我的请你说出口，爱我就请说过后。有时候一次不足够，有时候一次不足够。嘿，天泽，我刚刚在底下听你唱的这首歌，歌词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爱天泽的请举手。
爱我的呢？爱我的也可以举手。好，我们不闹了。我想问一下你，你是怎么想的？想就是选这首歌来表演的？因为这首歌就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气氛很好，然后很嗨，然后给我的心情感觉很好。然后最近也马上要新年了，然后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首就是这种比较欢快的歌曲。对，好，谢谢天泽。下一个节目，让我们欢迎 TYT 台风少年团的五位少年带来的《狼少年》。